各位来宾请起立，员工请检阅官进场。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arrival of reviewing officer.升旗儀式現在開始，護旗方隊進場，請各位保持站立。 The flag raising ceremony now begins. Please remain upstanding whilst the flag party marches on.
请面向国旗、区旗及警旗肃立。Please stand solemnly and face the national flag, regional flag, and the false flag. 升国旗、区旗及警旗，奏唱国歌。向国旗，敬礼。The flag party now departs. Please remain upstanding. The passing out parade now begins.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結業典禮頒獎 Award Presentation 全期及全班最佳督察施禮榮近及榮譽警棍得獎人 Winner of the Brian Seven Trophy and the Baton of Honor The Best All-Round Inspector Passing Out 督察班六七九期林浩然督察 Inspector 林浩然全班最佳督察永遠警棍得獎人 Winner of the Baton of Honor 督察班六七八期文彩陽督察 Inspector 文彩陽全期及全班最佳警员接副杯及银笛奖得奖人 Winner of the Shade Cup and the Silver Whistle The Best All-Round Police Constable Passing Out 學警班二四七九期警员李君南 Police Constable 李君南銀笛獎得獎人 Winners of the Silver Whistle 學警班二四八零期警員胡國鋒 Police Constable 胡國鋒學警班二四七七期警員黃志達 Police Constable 黃志達學警班二四七八期警員池婉儀 Police Constable 池婉儀国安公署郑雁雄处长
中聯辦羅永剛副主任、外交部特派員公署方建明副特派員、警務處蕭澤怡處長、各位嘉賓、各位同事，好高興今日出席警察學院的結業典禮。各位結業學員，在45年前，我就是站在你們現在的位置，跟你們今天一樣參加結業會操。我當時的心情跟你一樣，都是很興奮，因為我辛勤的36個星期的訓練即將結束，而且我會畢業成為督察，執行法律，維護法紀，保持安良。今日我再次回到這個充滿回憶的地方，使我想起我以前同我的同學在山坡附近黑灘訓練，托住裝備去跑步，學員之間守望相助，我幫助同學去學習，同學幫助我鍛鍊，我們一起跑去附近的游泳池去學游水和急救，還在 Break Hill 的山上面一起練跑。今天我以行政長官的身份再來到這個操場，既興奮又鼓舞，我可以見證31位督察和83位學員在一個這麼有意義的日子，大家共同參與結業典禮。我衷心祝賀你們完成了嚴格的基礎訓練，正式畢業，正式肩負這個充滿意義的責任和使命。今次警察學院的結業操是第一次全面以中式步操進行，有特別意義，因為以往中式步操只會在一些節慶、星期禮等等的特定儀場我們會是採用，但今次我們全面用中式步操，是充分體現了警隊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和對國家的歸屬感，更加代表對國家所託和忠誠的莊嚴承諾。維護法治和安全是確保香港長治久安、持續發展的基石，警隊一向擔起維護法紀、除暴安良的重任，是鞏固香港法治的重要支柱。2019年香港經歷了前所未見的艱難和衝擊，黑暴、港獨、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將市民多年建設的香港破壞得令人痛心，將無辜的市民襲擊得令人害怕，嚴重地危害國家安全、香港安全。警務工作面對極大挑戰和考驗，令我引以為傲的是，不論面對怎樣的艱難和挑戰，警隊一直堅守崗位，克盡己任，以無畏無懼的精神履職盡責，展現了無比的擔當。我肯定並且感謝你們的工作。在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之下，香港回復安全，大致穩定，警隊的貢獻繼續發揮力量，在2021年的罪案趨勢已經穩定下來，而傷人、嚴重毆打、搶掠和扒竊的案件更加是10年的新低，足見警隊在嚴正執法和積極宣傳守法觀念的工作再顯成績。香港警隊已經由一個城市治安警察
發展成為一支維護國家安全同埋香港穩定嘅執法力量。喺呢度，我衷心感謝香港警隊各人員忠誠勇毅，守護香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7月1日發表重要講話的時候，他說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因此我們必須要防患於未然，因為穩定是所有事情的基礎，沒有穩定，發展無從說起，沒有穩定，民心所向的真正價值亦無從發揮。警隊作為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穩定的執法力量，有助推動香港社會長遠發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各位警隊的生力軍，你們投身警隊，足以展現你們都是有決心、有能力、有承擔，願意為市民服務的未來社會棟樑。未來的路會很長，迎接你們的會是成就、是意義，但是同時亦都是挑戰和考驗。我有信心你們已經準備好傳承警隊精益求精的精神，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全力以赴，令香港繼續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我寄予今日結業的同學們，在你們要走的路上面，遇到挑戰和困難的時候，無忘初心，不為艱險而退縮，不為磨難而低頭。你們更要謹記，個人的一言一行都會直接影響到警隊的聲譽。記住，你們在學院學到的專業知識、紀律和團體精神。我強調政府要團結，社會要團結，同為香港開新篇。你們踏出學堂就是開新篇的第一步，我對你們寄予厚望。你們只要努力不懈，不斷求進，定必前程感受，讓家人為你驕傲，讓你為自己所創造的社會價值而自豪。各位畢業學員，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歷史時刻，香港市民一起砥礪奮進25載，現在香港更加同你們一起攜手再上新征程。你們要努力貢獻香港，共創輝煌。多謝大家。各位來賓請起立。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各位来宾请就座。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警旗隊由路易眾總督察帶領，督察班六七八至六七九期由林浩然督察及陳兆峰督察帶領，學警班2477期由林国宪督察及张心怡督察带领，学警班2480期由梁伟森督察及袁千同督察带领，学警班2478期由文彩阳督察及梁曼仪督察带领，学警班2479期由李子彤督察及夏敏仪督察带领，警察樂隊由李家寶警司帶領。